开心狗，非洲。班长竞选，刘凯俊、郑长城人气大比拼，到底谁能成功当选？当选为五年级的班长，我们为他鼓掌。大哥，嚼一口吗？不嚼，就是这么不嚼。你想怎地？郑长城情绪大变，兄弟感情再遭波澜，刘凯俊该如何应对？恋情结束，为何只有刘凯俊和刘凯？《威虎榜变形记》下节更精彩。